这个加拿大商业地产联盟的启动仪式。我们加拿大商业地产联盟的核心使命就是作为一个商业的信息互动平台，在尽量满足高净资产客户、商业地产投资人以及众多的企业在安大略省甚至整个加拿大的一些商业地产的需求啊。在我们这个新动力，我们有一个新动力企业家俱乐部。我因为我自己是做地产的，所以说我经常会碰到很多企业家来问我各种的商业地产还有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信息。那我来主要是以前是做以民宅为主，所以我对这边来讲对我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每个人回答他的时候，我都跟他只能讲我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啊。所以今天呢非常的高兴能把这个那个能把崔典能跟我们联合在一起啊，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我只是希望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起点，希望有更多的跟我们商业地产或者说商业地产相关的行业的精英们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商业联盟来，来共同为我们的投资人企业家们或者甚至说把我们的整个的加拿大的商业地产往前推进一步。